Hey, 大家好，而家5月3号，5月9号 ，sorry， 落紧雨，睇唔清楚啲嘢。星期三3:04，而家企咗喺呢个筲箕湾大德街后面工厂街排档后面呢度。呢、這个应该一两个礼拜前买咗噶啦，我都嚟睇过吓，不过始终排档后面我就未必太，我尽量少买排档后面嘅嘢。兴发优质果菜已经成栋大厦，好嘛？呢、這个位呢、這个铺嘅时候咧，就门阔啦，睇落去就大概13-14尺，深几深下噶，有大概45尺到啦。咁啊，所以咧我读些少资料，成交咗就系2700万，全就2700万到啦。咁啊，应该系嗰个租金咧就系50000蚊，所以2.22厘回报。exactly 点样样嘅时候，我未必仔细最清楚。我一路讲一路俾你转个圈，读啲资嗰时资料俾你听下先。咁就系个应该唔系现值噶，我 check 真啲，可能我写出嚟俾你听。咁啊，个租金50000蚊，咁之后就系呢个嘅租约去到2019年1月，咁就讲紧系50000蚊啦，就系呢个48尺深，11尺阔啦呢度。望望，因为佢外面侧边度搭咗些出嚟，好多时个招牌佢搭咗出嚟，你睇落好似阔啲晒，实质上面边系小巷单边。咁啊位置嘅时候，你睇到啦呢一度，咁呢间应到个铺啦系嘛？好，咁啊再转过嚟睇到个图迹啊，所有嘢啦。咁侧边呢度咧有好多啲咩盈汇啊、乐融轩啊、呢个香岛啊、啲大抽嘢啦，呢个系开紧啦，嗰个金华街。咁啊个街市呢度系筲箕湾街市段嚟噶啦，呢个侧边呢度，咁啊宽创街呢个啦，呢个新嘅一个嘅楼盘，咁啊所以就即向开啦。呢个发展商嗰个叫盈汇啊，即系 Lime Gala 新地650伙，2018年咁啊3月份入伙，唔系大抽嘢食。总之都 OK 嘅。咁啊大家得个知字啊，呢个大德街呢度全部街市段嚟噶啦，全部排档。咁啊即系唔怪2000多万，不过就始终排档后面咯，排档后面就预咗2700万定几多咁，我真系感觉呢啲位唔贵咯，我觉得系一个市价啦，唔系一个市价啦，5分到啦。咁啊唔会话好平，我又唔觉得话好贵。咁啊但系一定收租稳定咯，即系始终系单边位。咁 OK 嘅，菜档又稳定，市升佢又升，市跌佢又唔会太大跌。咁啊所以投资菜档嘅时候又唔会俾咩 internet 影响啊。咁 OK 嘅呢、這个位店嘢店嘢嚟噶，咁所以都好嘢嚟噶。嚟紧真大啲一大扎落大楼落火入火嘅时候咧，咁啲人流会更加增加落嚟，所以应该好嘢嚟噶。咁啊而家呢度回报低啲，但系买铺系睇将来啊嘛。咁掂到啦，恭喜大家！恭喜买噶，恭喜买噶！呢间靓铺嚟噶，上单边难得，恭喜！